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莎。今集是远赴美国三藩市去探访一位国际名厨彭师傅去学艺，住在美加上小翠，因为旧淫屋啊。将我哋中国嘅饮茶嘅文化带动咗喺日本，带动咗日本人。而家我嚟到喺美国，我仲做紧日本人生意。嗰阵时我喺日本嘅时间咧，我做到為我哋中國人增光嘅咧，就係嗰個駐日本嘅首相嗰個小淵惠三請我飲櫻花宴，我係第一個香港人行入日本嘅國會飲櫻花宴嘅，同啲官房長官啊、啲首相飲櫻花宴就係。彭師傅曾經在十幾歲就就職在香港的飲食集團，被委派到菲律賓打工，再在二十歲初被委任在日本的東京作主廚。當時的月薪八十年代130多萬日元，九十年代初就被委挖角到呢個加拿大。咁喺幾年之間啦，就喺美國嘅三藩市展開自己嘅飲食生意啦。咁今集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家常小菜。鹽，OK。鹽先。OK。呢只咧？雞粉。雞粉。呢個糖。OK。呢個咩粉啊？胡椒粉。OK。就有鹽啦。鹽味。雞粉啦。胡椒粉啦。仲會落糖嘅，呢度咧就係五斤豬肉，咁咧鹽咧同埋生粉咧就落咗噶啦，鹽同味落咗啦。啊，咁咪一兜水。一兜水。成兜水啦。嗯。咪撈勻佢。OK。肉餅唔使搭嘅，搭嘅實噶啦啲肉。OK。OK 嗱，入咗兜水啦，嗰兜水大概係。斤一斤到啦，好啦，依家咁樣，咁咧啲嘢啲嘢落啦，配料味調味調味落咗先，就係頭先嗰個胡椒雞粉同埋鹽糖，係啊，咁啊咁啊再輕輕撈下撈下佢先，撈下佢，將呢啲豉油、蠔油，豉油、蠔油，係啦 ，OK， 再撈埋落去，哇，好香。咁啊，呢啲啦，葱花，系啦 ，OK， 马蹄，马蹄，果皮，果皮 ，OK， 撈勻佢，嗯，嗱，可能嗰啲肉餅唔夠色素啊。再俾少少色素落去，搭啲豉油添。豉油、蠔油嚟嘅，頭先嗰個。係。Okay。好啦，呢度搞掂啦。咁啊，嗱呢度撈勻咗，咁啊倒埋最尾咧落油啦。OK。呢啲麻油啊，同埋蒜蓉油啦。而家可以蒸嚟食噶啦，嗱呢啲你食嘅，啊搭啲鹹魚上去面，係啦，鹹魚唔好嘅加埋一隻雞啊，係啦，唔得啊，蒸就冷曬噶啦 ，OK， 嚟啊 ，OK， 咁啊等佢蒸12分鐘咯喎。哇！一碟完美嘅肉餅。之後揀少少葱花上去，哇！咁啊靚啊，鹹魚幾香，哇！好香啊，好上去再影個 ，very good， 有鹹魚喺度啊，餸飯一流啊，哇！你睇幾 juicy 咧啲肉嚇。
又香又甜啊！仲有呢個蒜泥白肉家常菜，食飯先啦～